我有啥条件啊？除了漂亮的脸蛋一无所有，苦恼。啊！都迟到了还不赶紧呢、啊 oh, no. 天赐，今天可是忍了你很久了，我早就没忍住了。你这个浑身是不是？姐弟相识一场都是缘分。我朝阳，你别笑，结为异性兄弟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。张大哥 ，Oh no！ 我七月的同学。朝阳，你干啥呢？我在想，他手上拿的是鸽子，还是你？他鸽子不就是鸟吗？对呀、啊。要不选腿吧？那是女生做的，你是女生吗？我愿意当个女生。哎呦妈！给你来早点，谢了吧啊！你别打笑我了啊！我给你来早饭了啊！什么？烦死我了！我在跟米家交流函，你闭嘴！实在是，我起不来，你吃饭，这个王八蛋！我等，这是我家乡话。我高阳要跟你练的，让你知道山中高歌的厉害，听见没？我看你多厉害，我今天。哎，得了，我上路。啊，是。我都是你的，那必须的呀。行，现在正好是饭点，老师们都去吃饭了。谁在骚扰？这是不三不四的东西啊！明天我全给校长校长家。你知道校长家住哪吗？我家楼上。大妹子，你儿子。谢谢啊，好好管我的。我太难了。可贝贝。也没这方面的天赋，那咱们班有其他人能上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音乐。有没有为我的歌声跳舞？神经病！有人都叫我导演，你来吧，随便弹。我不弹了。